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모든 상황에 대비해! 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. 而且塞拉斯蜘蛛这都可以。这蜘蛛俺们这肯定是没办法救了。最好是别让间接着回家，知道吧？ 不让他回家，他回家可以比我们多半点装备，不让他回。哎，跑了，换个弱点。 一上来平 A， 哎，他居然往后拉，弱点都不打，换一个，这弱点加速很烦的，一 Q 一下。 再换一个粑粑人儿个中的啊，我们看见了，等个三级打，二级他的 W 技能可以免费耗我们的血，不跟他打，等个三。 他把技能用了 ，Q 一下，他没有 W 了啊！哎，这个暴击太烦人了，不躲还不行，回家了，下边再说吧。 我其实应该出两把多蓝剑，但是我的钱不够。炮车抠不抠？ 行了，从他 W 补炮车，我就知道这个剑姬到底是什么样了。这个剑姬我们这把随便跟他打，他还出个小锤子，我们随便跟他打。他一点进攻性都没有，这人。 没有一点进攻性，虽然。
随便跟他打，先回家，下班出来杀他。我应该打了他的 W， 我不用打他 W， 我这波不跟他打，他兵线没出来，我杀不了。下边他的线推到这个位置，我六他六他死，你看我说的对不对？啊，他不是稳健，他没进攻性就是菜，他不是稳健，他就是不会玩。而且他出这装备出的，出个小破锤子。正常像现在这样间接一个兵都不应该让我吃，我吃一个兵他就相当于他玩的不好。死了，这都能挡，操，着急了。你说他，你说他都把我晕了，他都没杀得了我。你说说这人，嗯，你看看这人，他都把我晕了，他都没杀了我。我是有预感上波他可能要挡，哎呀，那是真是让他给挡下来了。他要是没挡就好了，他没挡就死了。开始了啊，又说我开始随便打，说我们说的有问题，我杀他一回你给我道歉行不行？现在他小优势了吧，这没毛病，现在他小优势了吧，两层塔皮呢，两层塔皮外加他拿了个一血，优势没优势？优势了吧，我把他杀了你给我道歉行的吗？行就行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七秒，谁来？塞拉斯有船啊，查个眼。제압되었습니다来，他没有 R， 把他针眼拔了，所以他早就能杀我了。
싸움은 이제 시작이야. 啥意思？我这弱点搁屁股前面，搁头前面。哎，漂亮蜘蛛，可以打峡谷，那剑尖没状态。 真的，那剑姬早就能杀我了。其实，直播间应该有玩剑姬的兄弟吧？应该不是说是都不会玩剑姬吧？应该大神挺多的吧？这，操！ 来是。 零幺零，我不上好了，我不跟他打好了，他自己打去吧，他给我害死了。<笑><笑> 我没大呀，这人给优势也挡不出来，我跟你们说。一会儿团战，你们就会看到这个剑姬在那里。 逛街，嗯，放心吧，一会儿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剑姬在团战之中逛街。我没办法，因为他坑我太疼了，他打我确实比我打他疼，他有个分离者。 刚说单杀又团战了，哈哈，你哈哈啥呀？杀不了就杀不了呗，杀不了咋的了？哈哈啥呀？我说我单杀，你给我道歉，也没说我不单杀，我们咋咋地的。我这无所谓呀，我杀不杀都行。你哈哈啥呀？再哈哈，给你封了。再哈哈，还哈哈？ 回家，不回家。 噔噔噔噔，好，他回家了。哎，这个炮车补着，我还能买个鞋。可恶！ 简直是可恶！他有船哦，他有传送。
游 ，A 闪。有点菜鸡互夺了，我说实话。Q 放快了。来一下，往下走。咬不死，兄弟。哎，算了，拉倒吧，人有点多，来人了。干哈呢？这是。好炸弹，那蜘蛛白送个600。好大的鸡鸡，好大的鸡鸡，好大的丁丁，你这是说什么虎狼之词？蜘蛛着急了，别急，哎，别急怎么说呢？怎么说别急？别急怎么说？Hold on。Hold on， 真的不用着急。好，他在中，我们回上路。打不过，加油兄弟们，漂亮，这波再杀一个 nice， 把被人能杀吧，剑尖没多少血啊，啊，没有大招了，可以杀，可以杀，没技能可以杀啊，可以杀，漂亮漂亮，杀粑粑人，聚聚，拆塔，把塔拔了，蜘蛛。呀，哎，哼，叮了一下，可以啊。我们现在对于团战的贡献等于零，零，等于零。马上来点作用啊！马上给你们来点作用。先把他上塔给他拔了，他又来了，很讨厌的。我说实话啊，
这是真是没啥办法，因为这英雄追就一直追，这没招，跑也跑不了，兄弟们实在是没啥办法，带不过他，给他放个针眼儿，让他就是拆我们家塔拆的慢一点，嗯，给他放一手针眼儿。给他了，小龙吧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시험해볼까好，这一波资源，好，好，大龙打不打？我觉得可以啊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可以，兄弟们，可以打大龙。什么意思？杀粑粑人来！今天这粑粑人必须死，漂亮！大龙来，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来来来来来，打大龙！来打大龙，打大龙，打大龙，快快快快快！小黄毛已经打上了，我给小黄毛扛一手。哎，电击人还想杀他？啊，亮了，漂亮！这不给他们都收了啊！我杀辅助，听呗。哎呦我，没事死了。哎，挺好，大招给我了，漂亮。我这起立，兄弟，再见。可以，老头啊。这兵你给他抠死行不行？这把我觉得卸手好像没什么用啊，我们这把得跑得快，有没有什么攻击力跑得快的装备？移动速度，出个板甲，配个黑切，加个春哥，往里边送，嗯，往里边送。幽梦之灵可以，其实可以除幽梦之灵，这把可以除幽梦。塞拉斯要帮我们赶开了啊，等一会儿啊，等一会儿。我说实话，这剑姬人啊，就应该一打二，这他都没一打二。怎么死俩呢？嗯，塞拉斯有船吗？没有船。别着急啊、哦，等一会儿，别急，他们不敢上。还在嘴硬，哎呀，无所谓了，反正你也是啥也不懂，很正常。我要利用一波经典语录，因为你不会，所以你才会。耶、yeah ！
小龙可以要。哎，这里头有个眼儿，嗯，把它扫了。他们不要了吧？这小龙，对面好像不要了。塞拉斯回去吧，塞拉斯回去守，我们就不守了。哎，辛克斯在中。先把龙打了。哎。不是，这也太亏了。龙还没打下来，我有大呀，老头有大没关系。漂亮，塞拉斯给我杀！追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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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，能一波吗？杀金克斯，把半人先杀，好，全死，全死就一波，漂亮！来，你俩回去，我们追踪来。这不一波，给我一波。我不上。好咬。我怎么也变大了呢？全死了。这不赶紧推呀、啊、还在那。还搁那干哈呢？这快点推呀、啊！这一波，快推，推塔呀！哎，全杀漂亮！